经历也比较长期。我来测试一下我另外一个是否可以看到把声音关掉，手机声音，噔噔噔那个声音。真的好黑哦，你这个真的太黑了。 Wait a minute，我觉得光要往后走。对啊，这不会有警报的声音。我觉得光要往后走，越往后走越亮。同事们，你们觉得黑吗？那我们先做调试，然后我们再开始往后走吧。我觉得我好油哦。把那个拿过来啊！你手上拿的那个拿过来。Wait。有一点黑。要压一下吗？声音好轻，真的假的？你们觉得黑吗？来 ，Let's do it。大家还觉得黑吗？这样，挺到了现在。这个像一个机关枪一样。还觉得黑吗？白的白的白的。那你们觉得我油吗？黑吗？油吗？快赶紧，我开始试之前把话说清楚，太声音太小。我是一个不专业的主播。好，你们看听一下声音还小吗？同志们，我的开场都没有开，哎呀我的妈呀，你听一下声音可以吗？不小 OK 的。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家哥孟家，欢迎来到我家。今天真的是在我家，然后今天呢家哥弄这个直播呢，首先是想要谢谢大家的关注，然后我的粉丝破了900万，耶，鼓掌。然后呢就是今天大家应该都知道家哥发了一个舞蹈视频，然后那个舞蹈视频其实它的名字原本我想象的名字是叫孟婆喂糖，然后是想要大家忘却一切不好的事情，然后情什么，不管是情方面的、亲情方面的还是爱情方面的，但是呢就是跟我又特别的契合，所以今天直播呢也是这个主题，就是孟家喂汤。孟家喂自己喝汤，然后就我非常想要喂屏幕前的你们喝汤，但是我没有办法， you know everybody know没有办法，所以就想要邀请你们过来看我喝汤。我也是第一次在家把这些东西摆得那么隆重。首先今天我是点了那个，这是什么汤啊，猪肚鸡汤。我今天点了那个猪肚鸡汤，然后就先不要打那么多哈哈哈好不好，先不要笑那么开心，可以笑得很开心，但是先不要笑得很开心，后面还有的笑呢。然后今天买了那个猪肚鸡汤，就想要在家第一次用这个锅来
现在还没有开始煮，第一次用这个锅来煮一下。其实我不知道，我跟你们聊完今天这一个小时之后，我这个汤是否会沸腾，是否会熟，因为我没有用过这个锅，第一次用。我还是觉得我头脑门好油。还可以。脑门儿，我脑门儿在发光，同志们，不行，要低头就行。我不允许，我不允许。把我发光的脑门补一补行。我今天为了你们，就是其实是嘉哥好久没有直播了，所以我今天是想说稍微隆重一点，然后我今天还贴了假睫毛，就差要戴隐形眼镜了，对，然后自己还整了个小辫子。今天我这个造型是有说法的，就是因为我觉得好像我的那个视频的确有一点点瘆人，就有点吓人。包括那个音乐的氛围，还有那个舞蹈的那个整体的感觉，还有灯光就有点吓人。就想说大家不要被那个一个作品给框住，不要被作品框住，然后把格局放大一点。其实嘉哥就是很多变，没有那么凶，然后也没有那么恐怖。那个是纯属是因为作品，好吧？我在哪里可以看到我有多少人？哦，好 ，OK， 11万人在观看，谢谢十一万的你们。然后，还是要再说一遍，可能刚刚有进来的朋友，对吧？有刚刚进来的朋友，今天嘉哥呢，主题就是要喝汤，然后契合今天嘉哥发的那个视频，然后在线喂汤，也希望你们看我喝的时候能感受到你们也在喝。好，我现在其实锅里面已经有一点，好香啊，有一点那个汤，但是我觉得我一个人吃这样很够了呀，还要再倒一点点汤。我倒一点点汤。对的。这不线上有11万人在看吗？13万人，好家伙，还有点微微温烫的汤，够了吧？你再倒一点点，它会溢出来。好了，因为一般吃火锅喝汤都要，后面还得再加汤。好，我要开了啊，开到最高的对。对，你先试试吧，看能不能沸腾。无从下手，它是否在烫呢？它灯亮了，应该就在工作吧。好吧，灯是亮了，可是我无从下手。也不是吃播啦，不是吃播，就是，等一下，它在冒烟哎，那这么快啊？对啊，是对的吗？是不是有什么纸没撕掉？哎，有股味道。害怕，有股味道。我先端起来看看。是因为比较新。没有，他只是在工作而已。哎，没有啊，没有。这下面用加水吗？不用的。不用，不用。哎，有人用过这样的锅吗？我用过。等一下，问一下你们，有人用过这个锅吗？有人用过这样的锅吗？是这样子的吗？人家说新的就是这样。新的就这样，会冒烟啊。哎，要不要先准备一盆水在旁边？准备一锅，那我是不是要先开低？你先开低一点，你一点点来吧。你这个看上去有点吓人。开低，它都会有那个味道。因为是新的。对。是这样。好吓人。电器吃火不能用水。好，拔电。好，这里拔电。好的。不行，我还要再来一个垫子，我觉得我太矮了，我不够，我看不到你们。什么味儿啊？就是新的味儿。先跟你们聊一下吧，我要聊什么？我今天，对，你们都看了嘉哥。你们都看了嘉哥今天发的视频吗？
对，我看。我等一下也会在，我等一下也。我打开看他有没有在废，在补东西。他灯关掉了。是不是小火是间歇性？不是，它关是因为它热度够了。对，可能小火到中间。好，中间了。要不看它有没有在沸腾吧。没有。但是是烫的。那应该就在工作，是正常在运行。好的。哦，好担心啊！我的天儿。调。嗯啊对。哎，我没有，我看他们说了，他们今天有看，对，那个是我前段时间拍的，然后有因为要更改啊什么的，就是耽误了一些时间。我先来调一个佐料，然后你们一般会怎么调佐料？我会先，这是什么？这是花生酱，这是芝麻酱。好的，先放一点芝麻酱。一般一个人要吃多少芝麻酱？哇，有纸吗？它崩了，它放香油啊！我看到有人说，你们都是吃什么 style 的？哦哟，还挺香的。你们可以听到我的歌吗？香菜、蚝油、香菜。这里没有蚝油。这里没有蚝油。我家有蚝油。有麻油。但蚝油好胖啊！蚝油真的很胖，同志们。虽然我也没有辣椒 ，everybody。一半，好家伙，蒜，你们会建议我吃蒜吗？你们有没有办法说建议？就不要作了，吃嘛。平时家哥会吃蒜的。建议也没用，好家伙。人间真实啊，人间真实。三太，你是觉得香所以你过来了吗？这是什么醋啊？醋。可以放一点。嘉哥爱吃醋。然后没有酱油啊，全都是醋。对，然后不太酱油。那你加了？那拿一点生抽。它又挺了，它是不是？是，我觉得胃口到了。开了吗？哦。可是需要它沸腾吗？那你要不要再开高一点？一个小时过去了，这个才能吃上。光线好差，真的吗？现在还差吗？可以。我看我自己是 OK 的，还行。毕竟临时搭的一个主播间，生抽，我们去吃的那边都会放什么？我们放那个就是生抽吗？生抽，辣椒。辣椒放了，然后香油，这个是麻油，芝麻油，也是香的，是香油的，你闻一闻，是香的，还是麻的？妈呀，我双下巴都出来了，我管你一下我的表情。好了，我觉得差不多了，给你们看一下哈。我觉得再怼一点汤进去就行了。
好香哦。好好吃。Oh my god， 同志们。好香，我要先喝汤。对对对，你要先喝一碗。我要先喝一碗汤，同志们。但它还没有沸腾呢，要不要打开让它？打开是不更沸腾不了？就关上。好家伙，让我们再来聊一会儿天吧。大家无视掉我今天的所有表情包，只要记住美美的我就可以了，好吗？答应我。你小声一点点。先来看看你们的留言，然后让我们一起等待这个汤慢慢沸腾的过程。可是你们一直发这个表情，不是表情，这个礼物的话，我就看不到你们的说什么。大家问你电视怎么样了？好，电视修好了，同志们。电视机第二天我就催促了那个修电视机的人来，然后就把它给订上去了。他就现在在安全的在上面，然后动不了。就那天很好笑，那天要跟你们分享一下，我就是早上起，不是早上起了，就是中午醒来的时候，我就想要吃面，然后我想要给自己煮一个面，我就在厨房，我在那又在那切西红柿，然后又在那煮面，然后又在那放什么，在很慌乱的情况下，我这个手拿着那个很长的那个煮面的筷子，然后我就听到我的客厅那边发生咚当当啪的声音。然后我当时是先是站在煮面地方不动，然后我脑子里面转了一下，我想说是 Sunday 碰到我的镜子了吗？还是碰到我餐桌上什么东西？然后他这样，这你知道猫的手都很贱的，就喜欢这样扒拉。然后我以为他是要扒拉什么东西，然后我就先走到我的餐厅过来看一眼，没有任何的东西。然后 Sunday 也趴在地上睡觉，非常的安逸。然后等我再搜了一圈，我过去看，又说哎，好像我家客厅跟以前有什么不太一样了。然后我是这样子的，就拿这个筷子就这样，对，不是卡机了，我就是这样看着我家电视机，他就这样从墙上这样，就是那个照片里面那样子，这样出走了之后呢，结果哥哥们还在讲话，哥哥们都在说啊，我练习什么什么，练习什么什么，我想说哎哦，哥哥们的威力还是挺大的。然后地板有一个大概这么大的一个洞吧，就是它那个电视机的那个尖尖这样掉下来，就砸到地板。然后我就叫我的房东过来，我说，房东还带了一个他的兄弟，他觉得是一件很大的事情。然后他带了个兄弟进来我家看，然后这样搜索了一下，哎呀，然后他就在怪他自己的墙什么的。然后等要走的时候，我跟他说，我说哎，房东，这个地板上面有个洞。他说就这样吧，也不是你的错，就让他那个洞就待在那儿吧。然后为什么有救护车的声音，好大声，然后烫好了，对。然后那个房东跟他的兄弟就把这个电视机搬到了另一边，然后跟我说明天会找人来维修的，就好累。慢点慢点，小心，开到低就可以了，保温就可以了吧。对对，你保温就行了，你煮东西的话你再。对，然后那天电视机就是这样发生了一系列让我很震惊，在家没有办法接受的一系列事情，很是害怕。小心，你要不大哥要喝汤吗？同志们，哦，这个是蘸猪肚吃的蘸料冰糕酱油，对的，感觉好健康啊，这个，真的不是我矫情，同志们，刚刚那一下真的不是我矫情，是真的有点一丢丢烫啊。我现在要蘸那个吃啊。你可以先喝汤了。我先喝汤吧。我经常，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就是我经常喝汤会烫到我自己的舌头，没有知觉。然后喝了汤之后，我吃其他任何的东西其实是没有味道的，在我的嘴里，不管它是咸，但不管它的咸淡，就是在我嘴里是没有味道。
喂汤给你们喝，第一口。嗯，妈耶！好喝。我第一次喝哎，不是，呸，什么第一次？第一次喝这一家，同学们。哇、哦，好好喝。喝汤是不是应该都要发出很大的声音啊？你把空气都喝进去。谁发出的声音最大，谁就是今天喝汤王。石头剪刀布。DJ 可以，对 ，Volume up。好的。调到中，它有没有没有亮灯了？它应该觉得温度够了，所以就不给。这个锅真的还不错。干了这碗汤，让更多人喜欢看嘉哥的 dance video。煮冬瓜是不是比较晚熟？配菜啊，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介绍配菜。你吃火锅必点是吗？对，就是你必点。对，我吃火锅的话，就是必点的一些东西跟大家介绍一下。绝对不是推荐，只是绝对不是推荐，我只是告诉你们我吃火锅的时候都会点什么。OK。然后首先是冬瓜。价格一般都是蔬菜锅，对，冬瓜，然后这玩意叫响铃，对吧？嗯，响铃，然后稍微这样和一下就行了。然后这是五花肉，对不对？对，五花肉，猪肉。同志们，五花肉，真正的花来了。
才能被叫为五花肉。三朵花。然后呢，这个是什么肉啊？羊肉。对，这个是羊肉。然后还有油条，这个是油条，油条也是脆脆，吃脆脆的就好。然后你们前面看到的大白菜，对，这叫小白菜，对，娃娃，对，这叫娃娃菜，这叫娃娃菜。然后泡面，然后小心一点。然后这个午餐肉，同学们看啊，然后粉皮、粉条，然后魔芋粉，大家都知道零卡的魔芋粉。然后那个这边儿，来，好讲，哎对，有助播。然后这边是茼蒿蔬菜，茼蒿，然后还有炸鱼皮。暂时今天就这一点，其实我吃不完这些，就差不多。茼蒿你的最爱吗？音乐声放大一点，不行，你们要听我讲话。听音乐去那个音乐软件上听。今天嘉哥在直播呢 ，BGM 就是那种，为什么叫 BGM background music 好吗？小小声的在后面能听到我讲话就可以了，我放大声了，都这大家都听歌去了，就不听我讲话了，那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好的，他开了。嗯。我先放冬瓜，这冬瓜怎么都冒泡了？你感觉？对，它上面有点起泡。你们别跳，你们一跳我就想跳，大型蹦迪现场的感觉。然后鱼皮是不是也很香？我先下点白菜。大一片的白菜，它长，你可以想，应该像那个小，像哪个小？但是中间那个心的地方，反正都得吃。冷了，来一点五花肉，午餐肉。丹姐，那直播给我点面子，午餐肉，好，就是煎过的。餐肉，最快能吃到的，我先来点汤放在这个里面，要不然它太咸了。沉浸式吃火锅。芝麻酱，哇！我看我的手机越来越黑，可是这边还好。我该先吃什么呢？你想吃什么呢？还没有好，是不是这个稍微蘸就行？这个不用太久，对吧？油条，同志们。Everybody, 油条 ，Do you like 油条？它脆脆的。平时吃的话是脆的，对。我不得不说，我调的这个佐料很好吃。我把它夹一下。
小的方面。对对，夹在中间的心。结果宽限了多少？80万人看我是白菜。80万人看我是白菜。好，接下来我要吃一坨五花肉，不是午餐肉。哎呀！哎呀，我今天这脑子呀不在线。呜、哦。它是猪肉吗？是猪肉呀。这是我没有吃过的午餐肉，它中间还有一些腊肉。它其实是煎完直接吃。没有，它中间有腊肉哎。不是吗？想吃啊，只一人拿个碗来一点。等会儿再吃嘛。赶紧下一个五花肉，我要下五花肉吗？嗯。想好下五花肉吗？可以啊。哦，来，正儿八经的五花肉。再拿一个筷子嘛。没事没事没事，自己吃啊，没关系。木场哦，吓死我了。对哦，今天是不是有比赛啊？今天我们可以看比赛。这，今天是不是今天有比赛啊，同志们？让我们等肉熟的过程当中，我们来，要不？看一下视频，然后一起来看看 reaction， 我也看看你们的弹幕，然后看嘉哥会做出什么样的表情，也不知道你们的弹幕是有多精彩，好不好？可以吗？我现在看，嘉哥现在看，我今天发布的那个舞蹈视频，然后呢，看着弹幕给你地下跳。给你们做一下 reaction， 可以吗？可以的吗？可以的吗？可以的话，屏幕扣一扣一，可以的话扣一，同志们把一扣起来。有人扣二，扣二的出去，右手右转出门，扣一吗？好，扣一来。那我来看看今天你们的说什么。好，暂停 stop the music。 OK， 哦哟，为什么那么多人叫妈妈呀？为什么那么多人叫妈妈？妈妈好帅啊。妈妈很帅。哦，我把我自己停在了一个很尴尬的上面。嗯，
会比较吓人。我看你们都写了很多，都是差不多。我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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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喝汤，是吗？哎呀，这有点不太好意思了都。是的，还行，挺帅的，自己也觉得还行。就我看了很多遍，确认了很多遍，因为像这种舞蹈视频，比较在意的就是它的镜头的转换跟那种呼吸感，因为。我只是像我跟舞蹈老师，像我跟昂昂在一起，我们只是一个平面的，所以就特别需要拍摄的人给我们一个那种镜头呼吸感，就像你们真的是在戴一个 3D 的眼镜在看一个这个视频的感觉。所以就是在剪辑啊还有在拍摄过程当中，虽然耗费了那么些时间，对，看似好像很简单，其实还是花了挺大功夫的。辛苦我们的这个剪辑老师跟拍摄老师，他们都很厉害。我的冬瓜是不是可以吃？还不可以。五花肉可以吃。也不是辛苦了，就是享受创作过程中的一种享受吧。然后完了还看了有一个抖音上自称是，别的平台上面有一个自称大哥爆一爆的，爆料了我在练习光当中的一些糗事，那个人就在现场，谁呀？还行吧，还行，没关系，我无所谓，大家都是人类嘛，大家都是人类。来看一看大家的评论吗？大哥爆一爆，真的假的？对，你要看一下大家的评论吗？我不看。我知道差不多，我觉得从头到尾差有多少个评论？有605个。605个差不多全都是哈哈哈。是吗？差不多。不相上下。反正哈的比较多吧。可能都是哈人吧。真是。不喜欢看人需求哈。你这五花肉熟了吗？煮了好久了，没熟吗？没被盖住。我这视频一分钟啊。这种不应该烫一烫就能吃啊，有点泛红。就这样吧。就五分熟可能就是比较性感的肉。比较性感的肉是什么词？So good。 等我吃完这一回来跟你们聊聊天哈，先看看你们评论，然后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嘉哥都可以说。我知道你们现在可能在下班的路上，然后可能会有点饿。首先说一句抱歉，在这个时间段里直播来吃东西。But 呢？你们还是赚到了。我看你们都问了我什么问题啊？讨论一下人生。Excuse me， 你确定吗？这里白纸黑字，你要跟我讨论人生？大哥，不大哥了，嘉哥，嘉哥活了这么多年，也还没有讨论清楚我自己的人生呢。差不多吧，反正过一天是一天，大家开开心心就可以了。未来的事情就不要想多了，好不好？走一步算一步，开心最好。我刚看到一个，你怎么长成这样？然后问号问号问号，是我的长相，
是可能跟今天视频里不太一样，跟和蔼的是的，对对，不好意思，视频那个灯光吧，就是有点突然，今天就是一个正常的价格，平时我都是长这样子的。我觉得我在吃火锅一边吃，我会吃出一点油哎，现在都有点出汗了。已经应该是开着的，开着的，对，这个白菜已经要蔫了。那火关小一点。它为什么会发出滋滋滋滋滋的声音？因为它是电在电那个锅吧。新歌，快了，快了，差不多了，就是，离诞生还差那么，还差个三分之一，是吗？这算吧，差不多，差不多，就真的是差那么个三分之一了，差点，差点，对，差点，差口气，差口气，跟嘉哥好好练练。还不错，很新鲜的这个白菜。差不多，这白菜挺新鲜的，还不错，哇，好好吃。我们可以插播一个问题吗？插播什么问题？嘉哥最讨厌的十件事情。哎，这白菜好新鲜啊，同志们！哇，好胖，我入口。聊一下吧。香甜，这白菜好香甜，然后就是那种感觉踩在草地上，就是一只小兔子。好嘞，小兔子。所以嘉哥最讨厌的十件事是什么？是要正向的讨厌还是反向的讨厌？你就真的讨厌，真正的讨厌的十件事，不要说那些假的。不行，我真的要告密一下，我不能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回答你们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同志们，那天呢，我们孟家工作室在开会，别给我弄，我把这事抖出来。同志们听好了 ，attention please。就那天我们开会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在商量嘉哥的 vlog 到底还有什么可以能让大家观看的呢？我一直都就有工作人员吐槽说，嘉哥你一直都是那种，工作的时候，然后拍一拍风景，然后拍一拍你化妆，拍一拍你穿衣服 ，so boring， 没有意思，就是没有挑战性，没有意思，大家不愿意看了。然后我就特别三个问号，你知道吗？你们是不喜欢看了吗？已经厌倦我了吗？厌倦了。你看不 boring 好 ，anyway。然后开会的时候，我就想说，想要有一些新的东西在里面，我也想要就是，虽然说 vlog 是记录生活，但是的确是有一些事情，如果你去做，你从来没有做过的，或者是你不愿意做的东西，你去做的话，是不是会比较？新颖，然后我也会打开我的另一边天空，把我的格局放大。然后他们就开始就提议说，那只要你说出十件你最讨厌的事情，然后我们就密谋让你去做这十件事，然后从 vlog 里面凸显出来的话就会很好看，然后大家会觉得很有意思。你们觉得是这样吗？因为主要说大家是你们，他们说好主意，好想法，好想法，好好好，喜欢。期待。不要给我两面人，说好还是不好，然后我现在决定，我现在回答。
完了，大部分人说大部分人说好。哎呀，好，干嘛，小本本要拿了吗？嗯，第一件事情应该可能跟我熟的人应该都知道，我是一个非常不爱去游乐园的人。然后我没有去过，我有去过，但是我没有玩，就是我只是去看了个烟花，然后我觉得然后就走了。就我很不爱去人很多的地方，然后要走一天的路，然后晒一天的太阳。因为去游乐园一定是你休息日才去的地方，对不对？可是你去到那边玩，你根本就没有在休息。就 yeah， married 不动，这个算是我最讨厌的一件事。就三件吧，时间太多了。十件好像是有点多了，是的，就三件吧，就说三件吧。还有就是渣哥很讨厌吃榴莲，不能说讨厌吃榴莲吧，就是我没有吃过榴莲，我出生到现在为止，我没有，哎，我有路过闻了一下它，但是我没有用我的手去碰过它，然后我很不喜欢。是吧，你们也觉得太臭了吧，就很多网上有那种猫猫去，那种主人手很欠，让猫猫去闻那个榴莲，然后那个猫就闻，然后就有那种干呕的表情，就是对，大家都说它很营养，我不讨厌它，就我不能，榴莲又不会生气，我干嘛要原厂，榴莲又不会生气，我干嘛要原厂，就是对，我不喜欢它，我讨厌它。他很普，我知道他也很胖，非常的胖。然后我讨厌吃西瓜，我讨厌去新疆，你们要都要做到吗？我讨厌吃白菜，我讨厌唱歌，我讨厌跳舞。好，好的，够了，够了。我们有一个未来，未来就是1000万粉丝福利挑战。然后就是从你不喜欢的事物中抽一个出来。你怎么知道我不喜欢什么东西？你为什么？没有，刚刚你说的是我写的。这是我家花盆，同志。这是我家摆在旁边没有用的花盆。我们这是直播，不是一个综艺节目。人家直播都是那种安安静静吃饭，然后聊聊天。我付出的是有点太多，你就我自己看了就那个，我们不公布出来。你是不是十个都写的是同样的？你是不是十个写的都是一模一样的？你肯定就是写纸里面写的全都是一样的，你又没有写别的东西。怎么了？我不说是什么，我们不说是什么。生气了，写错了。他十个写的都是一样的，同志们，你给我拿回来看一下。啊，他拿走了。快拿回来，给我。我来看看，我就不信我下一个，我倒出了那么久，我还能拿回来。吃点肉吧，锅都干了。快点，赶紧的。你看，他十个都写的是一模一样。这我，哎呀，吃点肉吧，吃点肉吧。这在直播我也不能说一些什么不好听的话。我现在出汗了，同学们，把我的扇子给我。妈呀，大家还不知道是什么，我要公开吗？随你都可以。
家卖个关子嘛。卖关子吧，你们等着吧，就不能我一个人生气，同志们，你们就等着啊。如果我有刀有刀一有刀一人有有招有招一人，给我气的。有朝一日我这个 vlog 出来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了，有点缺氧，我鼻涕都给我吸出来了。爸爸妈妈，有人欺负我，妈妈，他们都喊妈妈，我也喊妈妈，有人欺负我，爸，快上去一个飞腿。这里至少有个窗户，一个飞腿给他踹出去。哦，爸爸了吗？没有，正在进行当中。今天的直播很好，被反咬了一口，我不知道为什么。头发都气乱了，头发都给我气乱了。好，吃饭。哎，要玩那么刺激的吗，同志们？要玩那么刺激的吗？嗯。我觉得我的粉丝们还好，你知道吗？口味没有很重。没事，反正你们看得开心就可以了。我痛苦一点，那又怎么呢？不重要。最开心的就是写这个纸条的人，觉得是自己私心想要干这件事。给我气的，我下午接下来我不知道该干嘛。嗯嗯嗯，你的冬瓜啊，你在吃。嗯，好吃。好，你们有什么问题赶紧赶紧问吧。我觉得我还有十分钟，还有十分钟就要下播，我要跟他们一起愉快的吃饭。虽然说我现在也很愉快，吃的也很香，很好吃。有什么要问的吗？哦，对，这是 RE， 大家都有看到哈，马上要出了，大家可以 wait a minute。你们是怎么样可以瞬间然后发那么长，然后全哦复制粘贴是吧？嗯。哎，我也可以给我自己发吗？哇，嘉哥好美啊。然后复制粘贴，然后就可以看到一版，是不是拷贝一次只能粘贴，是不是不能发那么多？哇，我看到我这等一下，没事，大家就当没看见。你们在说，说，哎呀，同志们不要看了。我用我的小号吧。嗯，好家伙，真不错。大家假装没看到。对，大家假装没看到啊。没事没事，马上一会儿就消了，一会儿就没了，就消失了，没见了，没了没了没了。是啊，今天那个喝汤也差不多到了结尾了，就这个汤我们还有，我还有一些，然后等着就跟工作人员。我们这个下班了之后呢，就跟工作人员一起把剩下的所有的东西全部吃掉，
大家也应该知道，我是不可能在直播当中全部把这些东西全部吞进去，那要不然的话我就没有办法跟你们讲话，跟你们聊天了。嗯，然后嘉哥的这个 Just Dance 可以小声一点了，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栏目的，因为可能有现在有100万的在线观看，然后正在看嘉哥直播的你们好，我是孟佳，然后我做的这个 Just Dance 的这个栏目吗，应该叫，就这个栏目呢，是因为我是真的非常享受于在跳舞这件事情，然后的确国内也没有那么多的舞台能让我真的就是在那跳，然后也可以为所欲为的，然后有自己的想法去做这些事情，所以我决定就是以后呢，就是在嘉哥能力范围以内我能做到的一系列，我都会把这个 Just Dance 这个栏目给填满，然后跟很多的好的舞者，然后有想法的艺术家们一起合作，然后把这样一个能凸显自己的长处，然后又能玩得很开心的一个作品展示给大家看。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嘉哥的这个 Just Dance 的栏目，然后如果你真的觉得很好看，然后也觉得很喜欢这个作品的话，也可以多多转发，然后多多跟大家说有这样一个栏目，好不好？然后也可以这样子的话，可以就是我可以有一个很充分然后很强劲的理由让我继续一直坚持做下去。然后就是嘉哥前段时间也刚结束了两场的这个粉丝见面会嘛，然后在这个见面会上面呢，我也看到了很多你们给的爱，然后我也很开心，我把我所有的歌曲在，当然也有没有，不是说所有的歌曲都唱到，但是我想唱的所有的歌曲都呈现完美的呈现在了舞台上，我对自己的这个见面会的分数还是挺高的。因为在我自己能力范围以内，我的现在这个阶段我能做出来的表演跟能呈现的舞台是一个这样子的状态，然后可能等我再过几年或者再年长一些，我能想到的东西跟呈现的东西又是不一样的，所以希望那个时候呢也可以跟大家给大家带来更好的舞台吧，因为舞台这个东西真的很有魔力，当我站在上面看你们的时候，真的是片非常美丽的海洋，而且那个海是在陆地上的，所以就是我很享受，然后也很着迷，所以希望以后还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在那样子的舞台上跟你们见面，好不好？今天嘉哥的总结也总结完了，然后想说的心里话也说完了。其实我也不常做直播，然后今天这个直播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有说有笑有闹，然后也有发表我的这段时间的感言，然后也很谢谢大家让我得到900万的关注，是因为你们的我们一起的努力，然后让我们有一个这样好的成绩，希望我们一起继续奔着花路往前冲。拜拜，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要结束了，下一次我一定好好总结灯光这个事情。